这是今仔日我甲白特助在讲公司，伊予我看我业配相片。这是啥？这个相片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解释一下？这唔才叫做亲密照。你迄个时阵是不是袂记得你是一个有未婚夫的人啊？林子龙，厉害呢！你甲这个白金单身汉，佫真正是神进展呢。你唔是酒店的小姐呢？你无需要甲客户肢体接触来培养感情呢？除非你是自愿的。啊，既然你这么清采，你是有甚物资格怀疑我甲伊呢？你这毋是在讲啥？还讲我清采？别人安怎讲我？安怎误会我拢不要紧。啊，不过恁在对人安尼看图说故事，上了解我的人是你呢？你明明就知影我唔是迄款失德的查某，你哪会当安尼讲我？你家己嘛唔是同款在看图说故事。我甲云去人翕到的相片，就只是真单纯，伊咧便宜照顾我尔。啊，你甲白特助的，你提出去外口问别人，讲你两个人咧交往，别人咪袂怀疑啦。你一日问到了我开刀，讲我心虚，其实心虚的人根本就是你。我是有啥物好心虚的？做啥个啦？咱两个人拢无得互相信任，逐项伫遐疑心疑鬼，怀疑上对对方不对。不如就莫互相伤害，勉强做伙啊。你讲啥？你即马是想要分手哦？你毋是拢讲咱要牵手行一世人？这五年，咱常常为着钱咧冤家。人咧讲，人尽夫妻百事哀。即马虽然一点仔基本的信任拢无，三不五时互相猜疑，你别听，我就听的，我真正无迄个气力去跟你冤家，不如就到这为止。想袂到因为我，害你和你的未婚夫冤枉到这严重，是嘞，是我不好。既然这件代志是我引起的，难道我亲身去甲你的未婚夫解释清楚好无？煞煞气啊！伊的个性啊，就敢那炸弹咁快，一点就倒啊！不管是讲啥，拢听袂入去。算好声好泪嘛无，明明只是一个误会尔，解释清楚就好啊。是安怎去影响到恁的感情？无，我替你去甲子彤解释清楚。妹，你免去啦，伊对你已经有偏见啦。你若是去，等到代志变较复杂，你拢这么好心救我。我哪有可能搁你为着我叫伊骂？骂着骂，啊袂讲一块骂，那有要紧？最重要的是吼，恁绝对袂当那条分手啦，安尼真正是伤过冤枉啊！自从今嘛，一定是上脆弱的时阵，无得靠，伊今嘛
唔知影伫咧倒位咧啉酒，有可能啉到醉茫茫哦。即马吼，伊上需要的就是你的安慰，甲你的照顾。所以哦，你即马紧敲电话给伊啦，用这个机会吼，就当挽回恁的感情。恁两个吼，一定要继续行落去。感情本来就是三三难吼，我的卡伊即马只是因为家己发展了无顺利，伊的负面能量较重。也可以说他是怕会失去你女人吧，总是不希望在自己心里的女人面头前倒开无面子，你若是爱他就体谅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紧摕手机啊，敲电话给伊啦！我惊讲子彤唔知伫倒位啉酒，啊身躯边无人陪伊，伊若是拄到歹人是要安怎？是无接电话呢？敢会做啥物代志啊？你想了解伊，你敢会因为安尼就想袂开啊？那是无接电话。恁两个应该有设定互相的定位，你会当查定位啊？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敢是饭店？伊去遐是要做啥？刚是恁两个有去过迄个所在？无。无安尼，我替你查一下啊。有什么代志？你提出来我看卖。无啦，这无啥啦。你的这种反应绝对有问题，提来我看卖。这一定是误会啦，梓潼甲白特助。绝对无可能有声的啦！伊哦，应该是咧讲公事啦。有啥物款的公事需要安尼难调的？去饭店开帮伊讲。你卖再紧张啦，公仔上乱枪飙皮啊，看好！哪样的？我来无情商。李锦心啊，白特助，你，我啉伤多啊，我哪会伫遮？就是因为你是啉伤多，醉到无路行，我唔知影你住喺倒位，所以我无路替你叫车转去，后来你又开始吐啊。我只好先把你带来饭店。你吐啊规身躯，我请饭店女服务员来替你烫衫，请伊用上紧的速度把你的衫摕去洗。啊，你嘛把我吐啊规身躯，我只好先去呛呛的。我想讲，我看到你清醒，确定恁平安无代志，我就离开啊。
原来是安尼哦。你放心吧，那女服务员在替你换衫的时候，我什么拢无看。歹势啦，我你做是麻烦啦。别啦。你啉伤多啊，搁吐到遐严重，啉茶水，安尼心就会较紧。多谢。应该是三岁后生得来啊。李夏，你哪用照你吧？你快跑！凯豪，你哪照嘞？我真想要问你，是安怎来这间开房间嘞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位王夫，相爷。你别误会，我跟伊真正无啥。拢因安尼啊，恁搁讲无啥？你别搞讲你来开房间是来讨论工课哦，是啥物款的工课？爱陪人困啊！你敢要调控卖？你家己在讲啥？不管你是个啥物人，你拢无资格安尼侮辱伊。阿白大叔。我哪会当怕人？因为伊袂见笑啦！你用指纹甲你有关，佮甲你摆上眠床。嘿，无，反正做你根本无安怎。一个烫光光倒伫个眠床底啊，另外一个穿甲安尼，你甲我讲你无安怎？不，你即摆是甲我当作傻瓜在咧骗人。凯豪，你看你一下，莫这么激动啦。谁啊？廖凯啊，我是安怎讲的？你嘛答应过我，你袂阁跟这个韦英有交叉嘛呢？想说你一无欢喜就走去家己斗，你安尼根本就是在欺骗我。至少我跟韦英是单纯的开讲，无参照你，滚到眠床顶来啊！你先我讲几遍，我跟白特助无做迄种你想的垃圾代志，难道是你？你一无欢喜就把我撒开，甚至叫我去对别人。你根本就是已经有迄个心了，唔才会讲出迄款的话。即马阁凊彩后面走进来拍人。是你啦，你总算是是你啦吼。今后，我来成全恁这对奸夫淫妇。太好。来讲这款话，去伤害着凯宏的心啊！伊这么爱你，敢当你拢无看到？又可是你，大家我跟凯宏冤家你拢伫，你挑工带凯宏过来对无？你真正狗咬吕洞宾呢？你两个出出入入和狗仔戏着，是我伫替你讲话呢。我跟凯宏讲，这一定拢是误会，啊，伊好好甲你讲，结果。你让伊看到这种画面，你无爱检讨你家己，过来怪我，你真正是哦，做菜画两菜。你别走，我不准你去追廖凯豪。哎，小丽。